开来，握拳头打开，然后到处四处晃晃。所以这个动作就很简单，你就可以上半身就动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啊。第二个是猛男英姿秀两旁。猛男，握紧拳头，这也是肌肉收缩嘛，因为你收缩血液循环会比较好。要用力就对。猛男英姿秀两旁，有没有？哦。往左右，脊椎骨运动到了。有哎。肩膀也运动到了。手臂也运动到了，会流汗。好，第三个呢是缩腹提臀透气凉，肚子缩进去有没有？让它蠕动嘛。好，缩腹提臀，臀部稍微提一下，提一下，提一下，透透气有没有？不要闷太久。然后呢就坐在那办公桌的时候，就可以缩腹提臀透气凉。第四句话叫做深吸慢呼气息长，因为很多坐久以后会很闷。闷着又呼吸不顺畅，很短促，呼吸变很短，所以呢，你要深吸慢呼，吸吸吸吸以后要，我知道，这一招就跟烧开水一样。哎呦，好，偷换气。男子的一个气概，这时候已经跑马了。你很聪明，电视的作业是可以，就是鼓励多做深呼吸。真的 man 啊，掌声啊！刚刚那个 man 段，好不好？就是因为平常我们很少做深呼吸，那你去运动就会深呼吸。我们讲排毒，排毒啊，一个是呼吸排毒，一个流汗排毒，一个大小便排毒。所以你如果大小便顺畅，有流汗，呼吸又练一练，其实你。